老班師師曾經講過：準成分曲直，規矩定方圓。以前嘅三行咧係打石啦、泥水啦同埋木工嘅。咁隨著個社會嘅進步咧，而家嘅三行咧就已經係泥水、木工同油漆啦。有人嘅地方就有建築，作為一個測試監督，就要喺建造業唔同嘅崗位上邊把關。我係旗下有14個主任導師啦，咁亦都超過150科嘅工種去要監察嘅考試，咁啊希望佢哋能夠係做到無論喺測試評分同埋發牌嗰個時間咧，能夠做到公平公正嘅。喺呢個建造業嘅測試裏面咧，就一年超過有30,000個嘅考生，咁我哋要令到成個建造業嘅行業咧發展得更加好，要追得上呢個時代咧。就唔可以固步自封啦，學海無涯，不斷要進修自己，唔好怕辛苦，喺議會你係會闖出一片天嘅。